一項網上請願爭取北美職業冰球史上第一位少數族裔球員入選冰球名人堂，而他是卑斯省出生的一名華人。蘇學蘭報導。這項網上請願是由美國冰球迷 Christopher Wu 發起，並且由卑斯內陸科芒教師 Chad Soon 協助推動。 Soon 指出1923年在科芒出世的 Larry Kwong 吳啟光年輕時經歷被拒絕進入理髮店等的種族歧視，但一直就未有放棄成為職業冰球員的夢想，最終在1948年為北美冰聯 NHL 紐約騎兵上陣，成為聯賽史上第一位非白人球員。孫期望透過爭取吳啟光出年6月入選名人堂，比華裔等亞裔球員對冰球界的貢獻得以肯定。吳啟光在2018年在亞省卡加利逝世，享年94歲。新時代電視蘇學南報導。